张盲盒呢？因为这周我太忙了，就没有找到特平时日常中特别有趣的瞬间记录下来，所以我决定记录一下今天上班。现在准备就出校门了，走了。好，现在吃完早饭了，然后就准备往校门走了。刚刚本来是想直接去校门的，但是还是去吃了个早饭。现在我在拍摄现场，那就是我们的餐车。今天呢没在工作吧，也能给大家随便走走分享一下。对，然后反正待会儿还有工作呢，对，待会儿还有好多要拍的东西。这周的话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完成好自己的事情吧，然后天天开心。是，还是想跟大家说，新的一学期也要好好加油，大家。OK， 哎呀，怕他们等会儿又催我了，我还是先回去了。对，拜拜。